is that fire alarm?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 If you're stuck, give him a shout. He'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 So move aside, make way. Fireman Sam, cause he's gonna save the day. Fireman Sam, cause he's ready to the call. Sam is the hero next door. Mandy 船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查理上将。开始转向。好嘞！哇哦，曼迪好厉害呀！你们在看什么？曼迪正在练习成为一个女子帆船运动员。哦，哦，她要靠岸了。真的吗？真棒！嘿，好哎！干得好，曼迪。我觉得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哦，你是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航行了？说得对，只要记住我教你的每一件事情，保持头脑清醒，你就会没事的。别担心，查理，我能行。佩妮。哦，你好，山姆，我正在修理木星号的启动装置。太好了，佩妮。我这里正好有个人非常想学习怎么修理东西。你好，佩妮。太棒了，艾瑞斯，咱们这儿有好多东西需要修理，电子设备啦，水利设备啦，分火盖啦。哦，修理东西听起来好复杂。别担心，艾瑞斯，佩妮一定会细心的把你教会的。我们先从简单的东西开始。你可以把收音机的电池换了吗？我当然可以。哦天哪，我想我就是有点紧张，我以前可没怎么修理过东西。Elvis， 你不能这样毛毛躁躁的，记住，一个消防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冷静。清醒和冷静，好的，山姆。刚才那杂音是怎么回事啊？佩妮正在教我怎么修理东西。很好，艾尔维斯，你学修理东西我没意见，但能不能换个地方？佩妮，你为什么不带艾尔维斯去码头给他展示一下怎么在海王星号上工作呢？好主意，山姆。一定要小心，曼迪。你要记住查理教过你的每一件事。让我再抱你一下吧，妈妈。我只会航行到灯塔那儿。祝你好运 Mandy， 一路顺风。航行愉快 Mandy， 我们会为你加油的。好了 Mandy， 告诉我，我都教你什么了？要在岸上可以看见的范围之内航行，注意安全，细心观察风向和那些水上飘着的危险物体，特别是浮木。没错，出发吧 Mandy 船长。祝你好运 Mandy。佩妮，如果我就是不擅长修理东西怎么办？我刚才在消防站表现的就很不好。如果你能记住山姆说的话，保持镇静，你就一定能做好，艾瑞斯。好的，佩妮，我尽量吧。我打算让你先从一个很简单但又很重要的工作学起。简单的，我喜欢。这个钻枪是用来拧紧和拧松螺栓的，左是松，右是紧。这三个螺栓把发动机固定在海王星号的尾部，你需要确保它们完好无损，并拧得紧紧的。你能做到吗？哦，当然，佩妮，这太简单了。左是松，右是紧，没啥比这更简单。哦天哪，看起来不太对劲儿。它前进的好快呀！那里的风一定特别大。哦，不好！哟，它的帆折断了。它
跑哪儿去了？也许他到灯塔后面去了。可能风把他给吹走了。爸爸，你能用你的渔船去把他找回来吗？不行，傻了，我们最好通知消防站，给山姆打电话。曼迪在海上失踪了，有个女孩在海上失踪了。重复，有个女孩在海上失踪了。我通知佩妮，让她开海王星号过去。我马上开着金星号去码头。怎么了，镇长？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是？马上，镇长。两个螺栓都松动了，让我看看啊。想要拧是松螺丝，想做拧是紧螺丝，这就对了。停下，停下！佩妮，你能再解释一下电钻的工作原理吗？没时间解释了，艾维斯，曼迪有麻烦了，我们出发吧。但是。哦天哪，快点艾瑞斯，没时间了。没关系，曼迪，保持冷静，一个专业的女帆船运动员会怎么做呢？啊，浮木，太棒了。好的，开始工作吧。佩妮，你看这些螺栓。等会儿，艾瑞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刚才想要告诉你的，我把螺栓给拧掉了。我非常抱歉，佩妮，这都是我的错。没关系的，艾瑞斯，我也有错，我早该听你说的。看来佩妮和艾尔维斯有麻烦了，汤姆，我们需要你的直升机。好了，我已经把绳子绑到发动机上了，向上拉吧。干得好 ，Harris。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那些螺栓，我们肯定不能把马达装回去。山姆来了。再找这些吧。哦，谢谢你，山姆。不好意思，我又搞砸了。我试着听你的建议，保持冷静，但是螺栓全都掉下来了。Harris， 冷静。首要任务是找到 Mandy，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山姆，你说的对，我现在需要保持清醒和冷静。都固定好了，我们去救 Mandy 吧。干得好，艾尔维斯，修理得很出色。嗨，山姆，看，是 Mandy， 他的桅杆是用浮木做的。妙了，聪明的女孩。要帮忙吗？谢谢你，曼迪。但是山姆已经……我认为应该让曼迪当回英雄，是吧，佩妮？我是说，好的，曼迪，我们正需要帮助。曼迪船长，带我们返航吧。哦，他回来了！耶！今天 Mandy 充分地证明了自己非常有成为专业女子航海选手的天分，但她得再锻炼个一两年才行。To the core. Sam is the hero now.